非常感谢。注意，我们有很多人呢，忙着把右脚转过来，右脚不要动，只是两个手翻，现在就变成阴阳掌，捋下来，同时你的重心往后就又坐回到左脚了。刚才是70/30，现在你找100和0，但是我右脚没有动啊。左臂轻轻拿起来，这样就好像环抱了一下，抱了一个球。这时候完全坐到左脚上，右脚可以离地，可以离地10秒钟了。这个时候拿起来转45度，再放下。可以活动一点，但是呢可以往后，不要往前来，往后一点。好了，那这时候再把右脚放平，重心再往右脚上移，两手已经一上一下拉开了，左脚用脚掌为轴转。好，你觉得已经到右脚上了，还不够，还要过去，身体要过点头，这样呢重心才完全在右脚上，左脚可以轻轻的拿起来，轻轻拿起来，虚虚欲欲。哎，这时候两个手也到位了，一个在头上，一个在侧面，指尖向前，掌心向下，把你的重心往前稍微动一点，因为你还要搞一个30/70，这就叫做白鹤亮翅。好，现在我把这个白鹤亮翅的完整动作来做一下。